这个五彩斑斓，很漂亮。好，我们可以往中间再来一点。哇，好多哎！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我第一眼看到是这个，这个不是来提问题的，这个、完全是来考验主持人的。上面写的是中文跟日文，我一个字都不认得，让我怎么问他呢？我只能用我会的语言说 I'm sorry， 问不了。好，我们来看看，哎，这个其实问的蛮好的。在中哥哥对待人生的态度，就是有压力的话通常会怎么处理？你看过照片的叫极尽的肺。好，这是中国的问근데뭐노래를하는것도스트레스를푸는일종의하나의방법이고요그리고저희가지금활동했던모습을인터넷으로검색해서찾아보는것도일종의방법이고그리고술을한잔하는것도일종의방법입니다唱歌也是解决我压力的一个方法然后去在网上搜一些我现在活动的这些照片也是一个方法然后也可以多喝喝一些想喝一些酒也是一个解压的方法哦，但是喝酒一定要不要贪杯记住啊很关键的我发现大家都很有意思耶这个上面直接写的 My name 罗书桓 My telephone 1890某某某某来相亲的是吧然后这位画得好漂亮好可爱的一个在中的头像我不知道镜头能不能推上来好下一个我们看不知道是谁画的哦好可爱好这边哎呦这个人好贪心的他说你能为我做一辈子的饭吗你们是想让他改行当厨师吗好我们找一个问题好了这个很漂亮在中哥哥你知道吗今天晚上7:30有月全食哇连月亮都在给都给哥在应援了那么优秀的哥哥我们一起去看月食吧哎那现在如果有月食可是我们现场看不到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开闭的顶棚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很漂亮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虽然看不了月亮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星星啊感觉很棒的好哎这个刚才有问过了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很好的问题有没有这个这个很好请问如果现在你最爱的人在你面前你会对他怎么表白这个选择很好对不对美嘉谢谢美嘉아니뭐아니사랑하는사람이있으면더이렇게더고백하기가힘들것같아요如果有爱的人在我面前的话应该对他表白是更难的事情보통그뭐드라마나영화에서나오는그멋진그프로포즈들있죠그런것들사실상은많이없을것같아요就像电影或是电视剧里面出来的这种很美很帅的那种表白我觉得可能只是电视上会有근데제가얼마전에그반지를하나샀어요그새끼손가락에만든반지를샀는데是我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一个戒指是그제남자새끼손가락에만든반지가그여자분의약지손가락에맞으면천생연분이라고하시더라고요听说男的戴在最小的这个手指上的戒指在女方的第四个戒指无名指上如果能够戴上的话说明他们是天生有缘的人만약에좋아하는분이생기면그반지를손가락에끼워드리는거예요如果有我喜欢的人我想把那个戒指戴到女生的手上对
这个有点像那个灰姑娘的水晶鞋，对不对？谁穿上最合适，谁就是她最中意和最合适的那个人。所以你们赶快把自己的手回去比一比，看哪个跟她的小拇指大小一样啊！如果胖一点，赶快减肥；瘦一点，赶快增肥。好，我们看看还有一个，哎，在哪里？哦，这个。李广娟说。继创作歌手、导演、演员之后，你下一步会向哪个领域发展呢？这个问得很好。先做歌手。对啊。哦，이것저것좀많이도전을해오긴해왔던것같긴한데。觉得我对多方面去挑战了一下。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想好下一步会往哪一步发展，因为想发展的方面太多了。但是不管哪个方面发展，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支持他的，是不是？想만약에우리 MC 분이你不会要当主持人吧？우리 MC 분이한국에오시면한국에오셔서팬미팅을하게되면제가 MC 를맡으죠如果你现场的 MC 以后到韩国做歌友会的话，他想要挑战一下，为你做 MC， 为你的歌手做 MC。但是我唱歌很烂，我不敢开歌友会。而且如果他做我这个歌友会的 MC， 他压力会很大，比我当他歌友会的 MC 压力大多了。开玩笑，开玩笑，谢谢谢谢，感谢你啦。谢谢。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了，这个问题还是蛮特别的，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啊。我带现场所有的花粉们问一下，中国在中国呢 ，fans 有个共同的名字叫花粉，请猜一猜这个名字的由来吧。我看一看这个标答是什么样子的，彩图，我不就是来了一声。哦，我不知道，大家能帮我说吗？好的，来，我们看答案。答案说，因为呢，歌像花一样美丽，在中国有花花这个昵称，而花的粉丝当然就是叫花粉喽。花粉是长在心花心里的，就像我们在歌的心里一样。哈哈，歌你猜到了吗？好的，他对这个名字表示非常非常的认同。谢谢，也再次谢谢我们的艺人，谢谢所有朋友们提来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一一解答，但是下次有时间，我相信在中一定会让所有的粉丝们满意的，好不好？